开始，先打开产品的开关，然后按一下音乐，然后大小声也可以调整的，声音就比较大了。好，小熊的嘴巴和眼睛就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不同而闪动，把音乐越快，它的嘴巴眼睛就动得越快。然后还有其他按键可以下一曲和上一曲的操作方法，对，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效果，摆动效果，看它的头部。产品的用料啊，抓光都特别仔细的。好，操作完了要记住要把那个开关要关掉，保持那个关机状态。